大家好，我是铁一。今天呢没有外出的计划，日程就是卸个妆，然后剪剪视频。阴雨天就是要好好享受这种静谧的感觉。It's cold around me, and I've become the lonely one. The moon is dancing up among the clouds, and my knees are shaking.今天的妆容呢，是因为 Candy B 给了我这个礼物，应该要有阳光，然后会不灵不灵效果的那种妆，但是呢，很明显是没有阳光的。听这个声音。用完面膜以后一点都不卡粉，粉底贴得很实，都不显毛孔。用这两个颜色打一个底，你好，新开的线下房的这些口。哦，我不在北京，谢谢哈。那个萝卜一扑通。有太阳了吗？这是阳光。Oh my god， 我还没画完，快画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眼线笔吧，它是温水就可以卸的，意思就是流了眼泪或者是出汗的话，擦它它就会掉了。觉得自己好像孙悟空啊。这个妆应该要稍微水一点点。
如果是上珠光的话，还是乖乖的用高光吧。因为平时不喜欢抹完了以后还要收拾的那种类型，这个的话就作为偶尔不需要急着出门专门享受用。现在也挖掉好多了，平时就冰在冰箱里面，早上做完清洁用一下，发一会儿呆。像这样冰过的是可以去去水肿的嘛。这种妆前面膜呢是属于急救 2.0。 有人是用了妆前乳之后还卡粉的吗？护肤的时候再多加一个这种环节试试，5到10分钟敷完了以后洗掉。这个里面是有一些咖啡和橄榄，还有一些去角质的效果，抹和洗的时候稍微按摩一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用完就会滑滑的，气色也会看起来好一些。这个粉色很好看吧，不要对我，对它。怎么还是我？一般我一个6分钟的视频剪辑时间是2天左右，每天是16个小时差不多。搞那么久还在那里纠结 BGM 什么的，除了上次说的那个什么脊椎啊、电脑救星、电脑支架之外，我最近正在吃这个。我是175的框架度数，但是裸视很差，主要是因为散光，长期这样盯着电脑，经常戴美瞳，很明显重影的那个情况就变多了，眼睛干的也特别频繁。我现在是桌子直接对着窗户吧，就能时不时的也看看外边，心理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安慰的。这个 UCE 的护眼胶囊，成年人是每天服用2次，每次1粒，这个样子是市面上比较少的4合1复合配方，它是可以缓解视疲劳，让营养供应的速度再快一些，然后减少眼睛里面代谢的那些废物，就很适合我这种离不开电脑又经常戴美瞳的人。我要是不做视频狗的话，做设计狗好像也是一样的，天天盯着电脑。最近还入了一个放手机的话呢，这里露一块就可以直接插线，然后线也可以从后面这两个洞任意一个地方穿进去，也可以从旁边穿过去也可以。然后这个质量因为它很沉，所以它下盘很稳，很有质感。在这里也感谢一下 Guinea Pig 给我的，希望我明年有机会把礼物送出去吧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评论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。우리다음영상에서만나요안녕최진我是特别想吃麦乐鸡，好吃。一边吃麦乐鸡一边看窗外，感觉非常好。虽然窗外都是楼吧，为什么觉得自己有点像公关？不是，关公。안녕，我要去吃麦乐鸡啦。